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弥撒当儿，我们特别祈求天主赐给我们他的恩宠、他的降福、他的恩赐，让我们可以继续的追随基督的教导。今天是星期六呢，我们也特别祈求圣母玛利亚为我们大家代祷，让我们真的可以继续把基督的爱的喜讯分享到我们的世界，到我们的社会上。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弥撒庆典，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弥撒开始当儿，首先让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和各各位位兄兄弟弟姐姐妹。妹，承承认认我我在在思、言、言行行为为上上的的过过失，失，我罪，我罪，我我的的重重罪，罪，为为此此恳恳请请终终身身童童真真圣圣母母玛玛利利亚、亚、天天使使圣圣人人和和你你们们各各位位兄兄弟弟姐姐妹，妹，为为我我祈祈求求上上主，主，我我们们的的天天主，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门。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天主，你常以真理之光照耀迷途的人，引导他们回归正道。求你使所有基督徒勇于追随基督，实践信仰，以免损害基督徒的名字。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望。阿门。恭读米该亚先知书。祸哉，那些在床上筹划不义、图谋行恶的人！一到天亮，他们就去实行他们的恶计。他们想要田地，便去霸占；想要房屋，便去夺取。以暴力对付业主和他的家族，物主和他的产业。为此，上主这样说：“看，我正在为这一家筹划灾祸，致令你们不能缩回你们的景象，也不能挺身前行，因为那是一个灾祸的时刻。在那一天，那一日。”人要作诗讽刺你们，唱着悲惨的哀歌说：“我们完全被抢掠了，我人民的基业已被人瓜分了，再无人归还，我们的土地已分配给抢掠我们的人，因此你们在上主的子民中。”再没有分货配土地。上主的圣言，感谢谢天天主。主。上主，不要忘记穷苦的人。上主，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困苦之时竟隐藏不露？恶人蛮横的难为弱小的人。叫他陷于预设的阴谋之中。上上主，主，不不要要忘忘记记穷穷苦的苦的人。人。恶人因随心所欲而自庆，匪徒因轻慢上主而自信。恶人心高气傲说，他绝不会追究，也绝没有天主，这就是他的企图。上上主，主，不不要要忘忘记记穷穷苦苦的的人。人。他满口是欺诈与辱骂，舌下尽是恶毒与谎话。他在村边隐秘处埋伏，他暗地里要杀害无辜。
他对不幸者窥视注目。上主，不要忘记穷苦的人。其实你已看见欺压与暴行，正考虑如何亲手加以严惩。因此不幸的人向你投奔，唯有你是孤儿们的救星。上主，不要忘记穷苦的人。福音前欢呼，阿肋路亚，阿肋路亚。天主在基督内使世界与自己和好，且将和好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阿肋路亚。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法利赛人出去商讨怎样陷害耶稣，怎样除灭他。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随他，他都治好了他们，且警告他们不要将他传扬出去。这是为应验那借伊莎伊亚先知所说的话：看我的仆人，他是我所拣选，我所钟爱的，他是我心灵所喜悦的，我要使我的神住在他身上，他必向外邦人传布真道，他不争辩也不喧嚷，在街市上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以压迫的芦苇他不折断，将熄灭的灯芯他不吹灭，直到他使真道胜利，外邦人将要期待他的名字。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在今天的圣马窦福音当中呢，这一段福音是差不多取自在圣马窦福音的中间啊。圣马窦福音总共是有28章，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已经到了中间的这个部分。而在这个中间的部分呢，我们看其实是有一个怎么说，一个高潮，算是一个高潮。在前面的一段这个福音的前半段，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讲道，耶稣的所作所为。而在这个中间的部分呢，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看到了耶稣的所作所为，就当然是议论纷纷，他们开始争论了，他们也不可以接受他的行为，所以在这一边呢，就决定商讨要怎么去陷害耶稣。可是从这边开始，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所做出的回应。那当然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可是我们是如何的回应？那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当然他不退缩，他还是继续把真理活出来。而马窦也引用了先知的话来反映耶稣和之前先知所预言的是相符合的。耶稣呢是充满着圣神，继续把正义带到这世界上来。那这是耶稣在面对当时很多 的负面的回应他所做出的选择。那我们身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可能要问一下自己，我们自己的选择到底是如何的？在今天的读经一里面呢，我们是取自米该亚先知。那可能有一些教友所不知道的是，米该亚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所谓的社会正义的先知。他在整个米该亚先知书里面呢，主要是在说当社会里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身为已经听到了天主的喜讯的人，我们如何的去回应，如何的去活出我们身为这个追随者的这种身份。那在今天呢，他是针对 这些原主，当时他们这些这个状况，很多原主呢都在剥夺他们的员工
的这个状况，而对于这些事情呢，今天米该亚先知就做了一番的这个分析。而在下一个星期一的继续，在继续在米该亚先知书呢，我们就会看到米该亚先知所说的三个很重要的回应。很多时候我们当一读到这一本先知书，我们都会去背起他所讲的这三个回应是什么呢？他挑战我们，我们需要去履行正义，他挑战我们需要爱好慈善，和最后呢，我们需要虚心与你的天主来往。主要其实他是在挑战我们，我们需要履行正义，就是在我们的行为上，我们需要反映出我们是基督徒。而爱好慈善，他是说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的内涵是需要反映出我们是已经领受了基督教导的人。而最后呢，虚心与你的天主来往，当然就是最重要，在我们整个根本，我们的所作所为的基础是我们和天主之间的关系。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好好的反省一下，履行正义，爱好慈善，虚心与你的天主来往。那现在当然我们算是处在一个非常新的社会状态里面，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冠状病毒还在蔓延在整个世界上，我们已经回到一些的平常的状态，可是还没有完全。可是在这个新的状态里面，可能我们还是要不断地问自己，我到底如何能够活出我身为天主追随者基督徒的这个身份，让我真的可以继续在这社会里把天主的爱分享出去。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料，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兄弟姐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求你垂视教会在祈祷中呈现的礼品，使它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并帮助我们诚心领受以获得圣化。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愿一切归于基督，使我们分享他的完美。基督尊为天主，却谦抑之下，与十字架上所流的圣血，血血条万有，因而被尊于一切，成为信徒永生的根由。为此，我们随同天使、总领天使以及天上神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天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上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主教五种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童真容父玛利亚、她的敬佩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现在请大家互祝平安。圣父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
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现在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静默片刻，神领圣体。我主耶稣，我真心全心你，在身体上是美，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适应你，请赏我生命身体的恩典，愿我完全与你结合，像你是在到我的心中一样，不让我与你分离。阿门，阿门。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领受了基督的身体圣血，愿我们每次参与这奥祭，都能更丰富地获得救赎的恩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弥撒礼成。感谢天主。